弘扬佛法，这个基本的条件是要通达事处世间法。通达佛法，如果不通世间法，你说法了，纵然是其理，但是不起机。如果通达世间法，不懂佛法，你说法就起机不起理。这里面都有很大的过失。所以我们学佛是事处世间法都要通达。这个事情很难。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求佛力加持。过去李炳老教给我，如果靠我们个人在这一生当中怎么样努力也办不到。就以世间法来说，这个近代的科技知识我们暂且不谈，我们就是古老的东西。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是《四库全书》，你有没有能力去读书？这是摆在面前的事实，确确实实没有能力去读诵啊。读诵上且没有能力，何况去理解？佛法这三藏十二部经典呢，这个在现代知识里面来讲，还是一小部分。可是这一小部分呢，是知识智慧的中心。换一句话说，人生必读之书啊！我们做不到，没有能力，没有时间去读啊。那唯一的一个办法，就是求感应，叫做感通。用什么东西去感呢？用真诚心去感，叫至诚感通。虽然以至诚心去感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至诚心去做。怎么做法呢？处事待人接物，都要用至诚心，你才能够有感应。所以佛书与这个中国的典籍不能不读，而且要熟读，要深解意趣，我们才能得受。那前几天送给诸位这个小册子《礼记精华录》，你看你一展开，礼记一翻开，第一句话就是去礼乐，礼不尽，言若思，安定此，安民在。这几句话就把中国儒家礼教的精神全部解释出来。礼为什么叫去礼？古德解释得好啊，礼是要委屈自己，尊重别人。所以礼的精神是自卑而尊人。
对人一丝毫傲慢的态度都没有。我们今天看许多人，稍稍有一点才华，态度傲慢。他自己知不知道呢？有些人的确不知道。不知道为什么呢？所谓是这个沉于中而行于外呀、啊。你心里面有这个念头啊，觉得比别人高啊，他自自然然表现出来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外面的容貌啊，就是内心的现象。你有什么样心，它就现什么样相，自自然然的。我们要想我们容貌端庄，那就要修心了。所以离嗔之谓去离。你看他底下这个三句话，要用我们佛经来解释，哎呀，太好了。无不尽意业，意业里头断贪嗔痴慢了，那就是无不尽了。言若思神也，端正其身。言是端也，我们讲端庄啊，庄严。思是思考，这是比喻一个人在想事情的时候，要想一桩大事情的时候，他这个态度，身体的态度就很端庄。为什么这个时候没有杂念？安定此时语业。如果我们立妄语两舌，其余恶口，我们的言辞就安定。所以你看看他这三句话是不是十善业？我们修十善业，人人修十善业，天下就太平，安民在啊。我们自己心安理得，社会安定，人民心安，效果就达到了。最后这一句话是讲的效果啊。前面呢，就是我们佛家讲的三业清净。你看儒家的教学，一开端四句话，把这个教学的宗旨完全显示出来。教学的目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用三个字指示出来。你能说这个宗旨教学是落伍的吗？是不合时代的吗？如果我们说它真的落伍了、不合时代了，把它丢弃掉了，今天的社会人心不安，天下动乱。那么我们要想社会安定，人民生活幸福，不做不行的，不讲不行的。中国古籍里面有许许多多啊，真正能拯救世界。这些珍宝啊，可惜摆在我们眼前，我们不认识，你说可惜不可惜？这个第一句是大宗旨显示出来了，然后教给你从哪里下手。第一句就教给我们，傲不可长，
欲不可纵，乐不可极，乐极就生悲呀。为什么第一句教给我们傲不可长？如果你要有傲慢，实在讲啊，他这个四句就是我们讲的贪嗔痴慢。只要你有贪嗔痴慢，你就没有办法达到教学的宗旨与目标。所以头一个是戒骄慢了。那在佛法里面，诸位晓得，普贤行愿是佛法教学最高的纲领。第一句礼敬诸佛，跟礼记里面无不敬一个意思。这是事出世间法。中国人做礼记的时候，佛法没到中国来，还没传来。那么注意想想，中国的圣人跟印度的圣人没有见过面，没有通过消息，他们所作所为教学居然大致相同。这是我们谚语里面所讲，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！没见过面，没有交谈过，他们的想法居然是这么样的接近。儒家所讲的纲领，佛法里面讲的不但有纲领，而且还有细目。佛法讲得更精细更透彻。儒跟佛的基础都是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换一句话说，都是发挥孝道，完成孝道。但是儒家讲孝没有佛法讲孝讲得那么彻底，讲得那么圆满，讲得那么广大。这是儒家的这个思想有界限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理性意识。所以他的言说跟意识都有范围。佛家是突破这个界限，所以他的范围就无限的了。正是所谓的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这才达到究竟圆满。我们发心出家，或者是虽然没有出家，你发心学佛了，学佛诸位要晓得，虽然你是在家的身份，无论你是从事哪一个行业，你是不是在学菩萨道
修菩萨行呢？也是的，我是在学菩萨道，修菩萨行。菩萨道跟菩萨行是什么？你懂不懂？菩萨道跟菩萨行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学为人师是菩萨道，这个道就是存心呐、啊，菩萨心呐、啊。你心里头要常常有为一切众生做表率，行为示范呢，这是从讲师，你要真正做出模范出来。啊，这个世间一切人照我这个样子学就行，就是菩萨。啊，我这个样子就是个标准的菩萨。啊，标准的菩萨道，标准的菩萨心。离记前面这几句话，就圆圆满满的做到了，一丝毫都不会欠缺。我们念儒家的书，讲儒家的教，哪里不是佛法？字字句句都是大乘。啊，如果不从内心里面求真实的忏悔，我们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不容易断呐。烦恼习气自自然然的流露啊，自己完全不能够觉察，啊，别人看得清清楚楚，人家看得清清楚楚也不会跟你说，说了你也不接受，说了你还生气，还要排斥，谁敢说啊？啊，说故不容易啊！啊，在古时候，说人过失两种人呐、啊。啊，一种是父母，看到你的过失，他一定不要说；第二个是老师，除了父母跟老师之外，谁说你过失？谁都不愿意得罪人。你有过失，又为什么想干呢？不会说的。在一个朋友当中，非常好的朋友，朋友会说，但是朋友说，说一次，说两次，不会说第三次。两次不改，朋友也决定不会再说。再说的时候，这友情就伤害了。所以你才晓得说过不容易，非常之难。那么在我们佛法里也是如此。释迦牟尼佛对人情世故非常清楚，非常理解，所以佛门里面说过时啊，只开放三天，一年三天，你们知道吗？下安去最后自自发挥，这三天什么人说过时，你都不能生气，除了这三天之外不行，就不可以说，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。
在世法里头没有这种情形的。佛法每一年有三天呢，可以让别人公开的说自己过失。可是这个制度现在也没有了。现在纵然有下安居住形式，自自发挥，大家还不是客气一番，哪有说过失的？说过失也不容易。我本身没有过失，才能说别人过失。本身有一大堆的过失，怎么好意思说别人过失吧？那么由此可知，今天说过失的人都没有了。以前有佛菩萨住世，佛菩萨没有过失，他可以有资格说我们的过失。我们今天在说凡夫，彼此都有过失。所以今天唯一真正能帮助我们发现过失，帮助我们改正过失，完全要靠自己。要读书，要读经。经书啊，就是一面镜子。读的时候，对照自己的心行，我们自己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。书念多了，我们的记性就不好，记不住嘛。那么自己最好做笔记，把经典里面重要的东西记下来，时时放在心上，对照自己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这样就好啊。这是我们一个普通人真正做功夫下手之处啊，我们要晓得从哪里做起啊。像礼记一开端啊，这是目标啊，我们要记住啊，决定要遵守啊这个原则啊。他讲的傲不可长，欲不可纵，志不可满，乐不可极，这四桩事情是我们修行最重要的纲领。这四句在我们佛法里面讲就是断烦恼。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，学得再好，修得再好，不值得骄傲啊。跟古人一比差远了，不要跟佛菩萨大圣去相比，年过去一个贤人君子我们都比不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那书本展在面前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我给大家讲啊，这个佛经里头字字句句无量意，世间这些典籍字字句句里头也是无量意。那《礼记》里面就这两句，二三十个字，如果我们要细说，一两个月都讲不完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那我们今天摆在面前都看不出来，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啊，儒家没有讲出三界，没有讲了生死，所以只说到傲不可长，不要再增加了。你这个傲慢已经够了，再增加就不好了。他们有叫你断呢，我们佛法是叫你断的，更彻底。为什么呢？佛法你要不断烦恼，你不能超越六道轮回，不能超越三界。啊，贪嗔痴慢疑恶见，这诸都晓得根本烦恼啊！啊，这个烦恼称作根本，就是无量无边的烦恼，从哪里生的呢？从这六个根生出来的。你能把这六个根断掉，那你无量的烦恼啊就断了。烦恼是不是真的断了？不是，烦恼转变成菩提了。啊，无量的烦恼啊，一转变成无量的智慧。啊，菩提跟烦恼是一桩事情，同一个体性呐。一个是迷，一个是悟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六个根本烦恼是凡夫迷惑的根源。六个烦恼反过来是佛菩萨觉悟的根源，我们根本找到了，还要继续让这个根本烦恼去发展，那你永远搞凡夫啊。这个就是轮回心，你所造的都叫轮回业，天天念阿弥陀佛也是轮回业啊，读经拜忏通通是轮回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轮回心啊，你干这种轮回业，在轮回里面得福报。福报到哪里享呢？不一定。三善道里头有福有享福的，这个三恶道除了地狱道也有享福的，畜生道里头有福报大的，这个恶鬼道里面也有福报的啊，像城隍土地阎罗王鬼道里头的大福德鬼。这不能不懂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